从小许愿每天睡觉不超过6个小时，但是碰到某天生病了或者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，他能不能跟观世音菩萨讲一下，今天我多休息1个小时，等到好了之后，通过少睡来补上，或者哪天超睡了几个小时，然后他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，然后请问这个算是一个愿力吗？他已经在佛台上许完了，就是说如果真的哪天睡觉超过6个小时的话，他算是违愿吗？他听到菩萨讲话了不啦？不可以，菩萨讲了吗？哦，讲了吗？菩萨讲了没有啦？那个讲了没有？不是，他说他我问你，菩萨讲，他听到菩萨讲这个话了没有？没有听到，没有他听说到在嘛就佛台可上。以的呀，没脑子的，哦，没有听到嘛就叫可以的呀，菩萨会讲的，哦，不可以，菩萨会讲的。菩萨会讲，不会讲。你超过6小时就不好，你身体不好的话，那是有因有缘可循的呀，因为是原因的呀。他这个算是一个愿力吗？也是算一个精进，一个精进的努算个力，精不算进。愿力的话算精进，就跟师傅一样，他，给自己定了6个小时啊。一般的人，你不生病的情况下，6个小时嘛，差不多了。年纪大的，我说对。40岁以上就应该这个了。40岁以下，你可以睡8个小时；40岁以上可以睡7个小时，6个小时到8小时。你50岁以上，你就要6小时了，睡得多，人长鱼吃啊，哦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也不能晚明上白。不睡然啊，后那像坐在他那似里的，啊。如果要是哪天睡过头了，他说的那个还得念礼佛呀。哎呀，不要的，